就用手机看得了，宝贝。我自己刷不就看见了吗？我自己咋刷呀？建模中吧，你带的魔抗，我去打蛮子，怎么样？哎，我去打蛮子，你打那积木，那积木可恶心了，我不打那积木，我打着蛮子。我们骗一手建模。我带的也魔抗，我无所谓。我带护甲魔抗又能怎么样？我就不带装备，那蛮子都打不过我。英雄就不行。我最讨厌的就是有袖子的人。瞧瞧那张脸，一滴血个扣，来！啪啪！左勾拳。好像这蛮子打人还挺疼。闪现，闪现骗了个点炎啊！阿杜根差一点点。他还不回家，我这真是没想到。在等赵信呢。我今天打下必杀你。留一个兵啊，不行了。给你个嘴巴子。哎哎，回血哦。啊！那我们也赚，哎，没有关系，药我不吃了。我跟蛮子差不多，现在差了半级嘛，他也就刚三。赶紧上来啊，别让他攒怒，先插个眼儿，怒气肯定是不能攒，掏回来啪啪啪，肯定是不能攒怒，那100%不能让他攒，没有怒气他就是个屁。赵信来了，溜一手，你说。你说人家都没来了，你还找我打？嗯，你说人家都不过来，你还找我打？那就把你收了吧。那非得要剑吧，漏收的捅我两下。就是我们没有多少血了，吸点血来，掏回来。哎，给你个打吧妞，我们马上能升级啊。三二，我掏回来，
这波等个点烟能打，等个点烟能打，直接 Q 上来，我掏回来，啪啪，致命点烟，死了！哎呀，一滴血，我的妈呀，真的就是一滴血，玩个锤子，真就一滴血。别出狂风之地了，猴哥，出挺进破坏吧？为啥呀？狂风之地咋的你了？吃个塔皮啊！好的，他居然从下面走了。打个眼儿，来个正午箭袋，出个复用型药水。狂风之力太脆，中期我就打不了蛮王了，那我就得让你见识见识能不能打着蛮王。再说我打他干啥呀，我打别人不行，我为什么非得打着蛮王呢？控一波线啊，开始聊上天了。你不补刀啊？嗯？大家造起来吧！掏回来！给你个 W， 掏回来，啪啪，闪现走，起飞喽！哎呀，这下来就一个暴击，我 W 都没认出来，哎呀，我的天！给我暴击了，60秒有大。蛮子的大招应该比我们的大招稍微慢一点点。30秒大招，哦，给你个W溜，
又跑了。起飞喽！这个蛮大哥大招好的挺快呀。我把上路直接给他带了吧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啊。正常来讲，瞒着的大招应该是120秒，好像是。我这把来个三速，还就是跑得快，哎，没别的说的，就是跑得快。我收集者呢？蛮王大招很快的，没有很快，蛮着大招100来秒吧，因为他没有减蓄力嘛，他应该是死了，狂风之力，啪啪啪，跑不过我这，哎呦我操，急跑了，你要干啥呀？你旁边有人啊？你这回没疾跑了，你跟我跑啥呀？回来，这家伙算了，跑了跑了吧，一会儿塔下把他杀了。你这积木挺有意思啊，起飞喽！哎呀，没追上，狂风之力差一秒，我有点生气了啊，老积木，我生气了，你也成功的惹怒了我。点燃我是吧？好家伙，点燃我，还就没有人敢点燃我。这个蛮子我不管了，爱谁管谁管吧。今天的积木不死个15遍，啊，就不要叫我是蓝林汉了。来，为什么我闪现狂风之力按了没出来呀？按的太快了吗？我按的闪现狂风之力加E，为什么变成闪现E了呀？不过这样正好让积木掉以轻心了，啊，正好让积木掉以轻心了。哪里来的雷？守卫呀，我摁的打屁呀，起飞喽！看你的了，兄弟。哎，真的好多失误啊。失误太多了，
这属于操作问题，刚才。每次玩禁夫都得说一次，可是我真的摁的闪现黄蜂之地加 E 啊。把积木杀了，好，积木没闪现了啊，我们记着点。沙米拉是吧？沙米拉，阿杜跟救一救，那麻子能不能杀？像个鬼一样的麻子。出门就死，所以这就是输掉的感觉。把这俩卖了吧，我直接收集者了。哎，好像药卖吃了，没关系啊，无所谓。我们直接去收集这个积木。我到了。你给我回来。起飞喽！学到了吗？隔山打牛，走了。这锤石怎么回事？999，瞒着好像没有大啊。积木上哪去了？积木？嗯，那积木给我死。给你个打吧呢，这波可以上高地尝试一下，看看这锤石勾不勾上来啊，拆塔就完了，没事，我们就耗血，其实就是可以掏回来。我们不能站在最前面了啊，这不行了，这不能站在最前面，这站在最前面集火我。好闪，哎，给你个 W 妞，上当了，我死不了。哎，你们先拆塔，这个沙米拉留给我，我套回来，啪啪起飞喽，给个 W 妞，我套个点烟，没回上来血呢，怎么给我烫死了？还是一样，咱再来个本儿点，
别的都无所谓，把这积木给我杀了。嗯，这积木。锤石玩的好，那锤石都296了还玩的好呢。咱们家的剑魔一回没死过呀。走，我们去下路找积木或者是沙米拉，找这些落单的啊。蛤蟆没有了，来，可以先撒一下，往上走。就你叫积木啊？啊？就你叫积木啊？你给我回去！哎，我大招咋没认出来呢？打女人！哎，为什么我大招没认出来呀？那萨米拉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想抱他来着，你知道吧？我摁了大招没出来，什么东西呀？这波能三杀的，其实没太玩好，不知道为什么鼠标有点问题了。来找到积木和赵信，积木给我死！积木，哎，赵信过来了，掏回来，啪，锤石起飞喽！收集者。抽过来，掏回来，啪啪，给你个打法妞，回血，啊，哇，这我都没死，我不能动啊，我乱动他可能有雷。刷积木啊，兄弟们。Unstoppable。